家好，今天来水库做一顿好吃的，然后我表弟带了炒粉过来。这个小表弟，这小表弟啊，那炒粉吃什么？这饱，一块鬼应该。我们买了菜过来的，他说他吃不饱，然后又买粉来了。等我吃完这个粉啊，就开始做菜了。现在把这些配菜给洗了。这个水池啊，刚才整理了一下，把它挖深了。把那个豆芽洗了，现在已经洗好了，开始了。哎呀，这个鸭都是我叔家的，这个长大了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卖了。昨天烤一点吗，老表？啊，可以，反正我就不晓得，我就还再烤一点。开始烧火了。现在我表弟煮下粉呢，来了，煮出来，香的。这是我表弟，最小的表弟，他是在县城开了个饭店的，厨艺是最好的。这个米粉是我们这边的特产，江西米粉。哎呀，撑个肚子的馋。啊，老表，多馋吗你？我的减肥，少吃少吃。口好。今天这个鱼头炖粉条，由我表弟掌厨，我就帮我表弟打下手，养火。我就在。我跟小石头是业余的，他是专业的。我是。这个炉子是上次我叔，然后放了个瓷料放在这边，嫌这个地方空间比较小，然后就把这个炉子放在了下面去了，然后我们就以为被别人偷了。其实在上面，上次我叔打电话跟我们说了。好男人，让我把这个配料切一下。我表弟在煮那个米粉。现在这个洗菜的盆啊已经坏掉了。我表弟最重啊！我表弟把菜盆给端破了。还你免，你还你搬，还你搬。那没有了。啊！你该多拉你们。来，捞起来。哦，刚刚滚，不知道得不害哎。我就把你们楼底。我表弟开始做了，下锅。老表，我好吃吗你哈？豆芽好吃，又便宜，这一点一块钱。现在把这个米粉放下去，这个米粉刚才用那个冷水啊浸泡了一下。你洗手吗？冒险用俺的洗手啊。我要洗手了，没得这样抓。刚刚上的厕所没洗手。大家，年底干水库吗？放葱了。这马上就好了，再煮一会儿就可以开吃了。现在可以了，端上去。水出锅了。出锅了，被他一个人给吃了。我表弟说要我拿这个吃啊，你拿那个去。不要，你不用问了。这一锅鱼头炖这个粉条啊，我们三个人要把它吃了。干嘛停啊？干嘛停啊？我转下你的。我转下哥哥，红啊，你咋整？油加粉。老人烤的这个，现在我就过来给鸭饲料了，然后尝一下，来尝一下。我带三百粉的。高汤好茶，精华全在汤里。等我把这个汤喝掉。